谁说只有动物才有生命、有情感呢？辅大影传系第十九届 B 展《说时依旧》，其中一部多媒体动画作品《向光信》，主角就是一盏街灯。街灯孤零零地住在巷弄里，在不同的时间点，分别邂逅了盆栽、黑猫、乌鸦以及维修员。虽然彼此互为过客，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但仍有一丝淡淡的温暖留在心头。